新娘同学坐在，哎，在这桌呀，离舞台也太远了吧？喂，他们也看不见啊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算了，我吃完饭就走。哎，哎，他应该是伴郎吧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样了？是生病了吗？嗯。哦，好大的胸花啊！前男友？前男友为什么要戴胸花啊？哇、哦！哎，哇、哦！怎么了？是有钉子吗？这会儿这留言竟然有根头发呀？是扎进去了吧？看来这个新郎不太行啊，太挑剔了呀，这是，哎，赶场的女歌手，是个男的呀，哎，你也生病了吗？为什么越喘越厉害呀？口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好危险呐、啊！谢谢，哎。北京市门头沟外国语小学，小美的母校，为什么要穿着小学校服来啊？朋友，要是我没看错，你衣服上的字迹应该是小美留给你的吧？好眼力啊！难道你也是小美的前男友？别，暗恋啊，两个跟小美没什么关系的人嘛。哎，有事儿吗？不要骂人呐！这个小餐馆儿，这是个大酒店呀，空气有点稀薄，那就不要再记上了吧。哇，这菜刚端上来就凉了呀！这是凉菜啊，这道水晶肘子都不是水晶的哦，是水晶的你也拉嗓子的哦。要是按照这个酒店菜品的档次来看，小美她应该是嫁错人了，太默契了。朋友，哎、你对哦，你对美食很有研究啊，你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呀。下次吧，下次到我的豪宅来玩玩水晶，一起研究。不要再闹了，新郎来了，切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新郎有什么了不起的。